喂，千惠，你在这坐着干嘛呀？赶紧进去啊！不让你照顾他吗？我进去了，孤男寡女的。什么孤男寡女的？你刚刚都牵人家手了。不是的，他需要人照顾，我才安慰他的。行了行了，不跟你开玩笑了，赶紧去吧，药都凉了。我真的不去了。哎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难道你要眼睁睁地看着你的救命恩人药都没得喝呀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好了，你不是那个意思，走了。都什么年代了，孤男寡女的。你说你都什么老思想啊？喂，你站着干嘛呀？你赶紧过来帮忙啊！帮忙？怎么帮忙啊？帮我扶他起来。扶他？不好吧？哎呀，要不你来喂。行了行了，赶紧快来帮忙。这，从后边后边扶。哎呀，高了高了，低点低点，低点，坚持会儿，坚持会儿，马上就好，马上就好啊，坚持会儿。
千惠，千惠，老天爷啊，我只有玉坤这么一个儿子，你一定要保佑他平安无事。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也活不下去。我知道，我知道我们对不起正阳，可是他千万不能醒过来，他不能去告发玉坤啊！你一定要保佑玉坤平平安安的，就算要了我的命，我都愿意。请你保佑，一定要保佑。怎么了？有话慢慢说。你带钱回去哪儿了？你带他去牧场？你怎么带他去牧场呢？你，石俊把玉坤抓走了。哎呀！玉坤，但约，但约，真的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别急，坐下，慢慢说，啊。真的不是我。你是姓赵的，既然你叫我一声干爹，就要有我们赵家男人的样子，要有担当，光明磊落，绝不能苟且偷生，才能配得上是我赵世俊的干儿子。死有什么可怕啊？当年你大块头叔叔为了救秀瑜命都可以不要，他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他才值得我们所有人尊敬。还记得从小干爹怎么教育你的吗？妈，做人要堂堂正正，顶天立地，男人拿得起放得下，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为什么全都忘了啊？是不是长大以后什么事都给忘了？是不是去一趟上海什么都可以忘记？把手举起来，举起来。摸着自己的良心，摸。告诉干爹，雷枪是不是你开的？告诉我。记得你小时候吗？啊，你跟隔壁的小胖打架，把他肋骨给打断了，你主动向我承认。那时候我反而没有怪你，我还夸奖你是一个诚实的好孩子，记得吗？知道我为什么要夸奖你吗？那是因为你勇于承担，勇于承担所有后果，干爹没有白教你。你以为我希望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吗？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不想害你，因为我爱你。
我把你当作亲生儿子看。我不想你走上你亲爹一样的老路啊，你知不知道？让我太失望，我失望的不是因为你犯了错，而是你犯了错不敢承认。真的对你太失望，干爹，我错了。玉坤，婉英，你来干嘛？玉坤，娘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们有没有打你？有没有欺负你？你跟娘说啊！福星，要是你多事是不是？谁让你多事了？现在连福星都看不惯你做的事。婉英，先出去。我为什么要出去？玉坤犯了什么错？开枪的人是梁永昌，他自己都承认了，为什么要抓着玉坤不放？文英啊，我要查明真相，你明不明白啊？真相就是梁永昌开的枪，玉坤他没罪。玉坤，跟娘走。他没罪，为什么要跑？我是我叫他跑的。我怕你对玉坤不好，因为你不是玉坤的亲爹。你要是觉得我做错了，连我一起也抓起来，你抓呀，你抓呀！文英，你不要胡闹了啊！任何人犯错都是一样的。我是沙河镇的镇长，我要对所有人交代。我不能因为知道于坤是我干儿子，我就可以纵容他、姑息他。我这样做不是帮他，我是在害他，你知不知道？赵世君，你怎么这么无情啊？亏了于坤叫你一声爹。玉坤没罪，抓他就先抓我好了。好，守卫，好，把赵玉坤压下去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见他。娘，娘，娘，救我！娘，玉坤，玉坤，你干什么？对不起，林军之过。太卑鄙了！不是你亲生的，就这样对他，你良心过得去吗？我告诉你，玉坤他没罪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。把门打开。是你，你少在那里假惺惺的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样全都是你害的。你回来之前一切都是好好的，可是现在呢？我知道了，赵世俊，一定是赵世俊，他为了报复我，为了报复我，才想报复在你身上。你毕竟不是他的亲骨肉，他养育了你20年，就是为了报复。梁永昌。我告诉你，我不是你儿子，我不是你这个败类的儿子，我不是。玉坤，玉坤，你听我说，无论如何也不要承认那一枪是你开的。赵世俊，你这个小人，你是不是躲在哪儿偷听啊？哼，我不会上你的当的。告诉你，赵世俊，那枪就是我开的。你不要痴心妄想，因为我恨郑阳，害得我头睁着疼了20年，我恨他。这一切跟玉坤没有关系，是我开枪杀了他，他死了，他死了你就杀了我好了。这一切跟玉坤没有关系，赵世俊，你这个卑鄙小人，我们之间的仇恨不要牵扯我们的下一代，不要牵扯下一代，赵世俊。
小慧姐，啊，我今天见着那个叫梁永昌的人了，就是爹说的那个。你是我亲爹？嗯，我见他的时候，我觉得没有文姨说的那么恐怖啊，我反而觉得他挺像一个好人的，你觉得呢？嗯，其实我也觉得他挺好的，也许应该是血缘的关系，我觉得他挺亲切的，而且应该是个好人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刚才我爹好像说打伤正阳的不是梁永昌，那如果不是梁永昌的话，就是玉坤哥哥。不会的，哥不是这样的人。那不是玉坤哥哥就是你爹喽？不，他们……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个了，最主要的是这样的伤能好。你放心吧，正阳的伤啊一定能好起来的。千惠，千惠，千惠，好像还是很烫哦。啊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是你去找爹呢，还是留下来照顾他？你要是留下来照顾他呢，别忘了熬药啊。我知道了，四碗水煮成一碗水，晚上帮他换药，你都说了好几遍了。聪明。可是我还没有想好要不要去找爹呢。这有什么想不想的，去就是去，不去就是不去喽。我是怕万一在路上碰到我娘会被骂死的。是啊，哎，那你就不怕他来看正阳啊？不会吧，那是徐干爹那儿安全。嗯，哎，对了，你主要啊，四碗水熬成一碗水，四碗水煮成一碗水。行了姐，我知道了，别打扰他休息了，快走吧。讲个小秘密吧，我其实觉得你人挺好的，真的。之前我误会你
是我的不对，我要跟你说声对不起，我是很诚恳跟你道歉的。千惠姐呢，认识你那么短的时间，她都说你不会那么做了。哎呀，总之，对不起啦 ，sorry 啦。我挺喜欢那个包的，因为那里边有好多好多的宝贝，一定有很多的故事。其实我挺羡慕你的，羡慕你可以四处流浪，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的东西。我之前说我流浪过，我都是在骗你。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从小到大一直都待在沙河镇，我都从来没有出去过。之前我想出去去读书，我爹都不让，讨厌。哎，要不我们俩来个约定好不好？等你病好起来以后，我想跟着你四处流浪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不说话，我就当你答应喽。不准反悔。是吧？没事没事没事。哎，
我担心你啊，你没有伤着吧？啊，我没事没事，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真没事。烧干了，是我太大意了。哎，好了好了，现在没事了啊，我扶你进屋去休息。走，慢点啊，慢点，慢点啊。来，先躺床上休息。哎呀，我知道知道，好好躺着休息，不准乱跑啊。哎，好好躺着啊。你笑什么呀？嗯，没事儿，一会儿洗洗就好了。你要记住啊，在这不许乱动，好好听话，听到没？知道了，妈。要想让妈好好伺候你呢，你就要乖乖听话啊。哎，怎么了？我要喝水。味道不对啊，和刚才的不一样吧？是吗？你试试。哦。可不是我嫌弃你做的不好啊。可是放那没动过呀。那要不我试试？没事的，浪费了，要不你喝。算了，我还是喝水吧。太浪费了，要不我喝了，你自便吧。真好喝。好吧，那你在这儿好好休息，我去给你拿水啊。Thank you.
秀云，我不是故意要害秀云，我也不想害你。可是我不能没有，我不能没有玉坤，他不能去坐牢。梁永昌已经认罪了，只要你死了，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真相了。所以你为了玉坤，要来杀我？我是真的没有办法。 我不能看着我的儿子去坐牢啊！正阳，正阳，我求求你，不要去告发玉坤，不要去告发玉坤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愿意代替他去死，我愿意代他去死。完了，我本来没想告发玉坤，但是你们逼我的，我现在改变主意了。 我要让你们罪有应得！不要，不要去，正阳，正阳，你别去，正阳。爹，娘，我没有害人之心，为什么我回来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要害我？梁永昌已经恨得我家破人亡。 现在他儿子也要来害我，就连文姨他，不要去告发玉坤，我不能没有玉坤，不要去。秀云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我不是故意要害你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是他们欺人太甚。 是他们逼我的，他们打伤了我，还想杀我灭口。爹，如果我不告发他，这个世界上还有公理吗？这个世界上还有王法吗？ 都把你看作是我的亲娘，你说这女儿哪有怪自己亲娘的呢？从小啊，你跟我爹都那么疼我、爱我、宠我，都把我给宠坏了。其实我特别想你像管教千惠姐姐那样管教我，你知道吗？ 我想，我不听话的时候，你就打我，骂我。有的时候啊，打骂也是一种疼爱，对不对？秀云，文姨对不住你，文姨对不住你。
我好后悔，我是走火入魔，我自私自利，竟然想把郑阳害了。那我不是跟梁永昌这个禽兽的所作所为一样了吗？秀云，文艺真的错，真的对不起你们。秀云，对了，我已经把文艺放了。你放了文艺？郑阳，文艺呢？也是为了他的儿子，你不要怪他好不好？就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你不要怪他了。他儿子伤了我，他一点内疚都没有，反而还想杀我灭口。从小到大，我经常看我娘拍的影画戏和信，她告诉我一个道理，说做人一定要宽容，一定要懂得体谅别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来考虑问题。你看看文艺，他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他儿子呀，他有他的苦衷，如果换成是你，你也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对不对？做人呢，一定要开开心心的。你看我啊，我从小呢，看待问题呢，都往好的方面去看，不去想那些很伤心的事情。因为任何事情它都是有两面的，开心，不开心。我希望你也能开开心心的。我知道你生活得很苦，一直在外边过着流浪的生活。放心，以后啊，有我在你身边，我不会再让你过苦日子的。笨了，你把那么大一碗老鼠药都喝了还不笨？问题是我喝的时候就是没有喝出什么味道啊。但我喝的时候就挺奇怪的。那你怎么不提醒我？你的意思是全怪我了？那不是你的错，是谁的错？你要是早点提醒我，我就不会喝了，我没喝的话就不会成现在这个样子了，还被你灌水。我根本就不会。文一，怎么了？哎，文一，文姨。